However, it's my father's decision. So once he decides, we have to support. Well, I hope he can do his best for North Korean people, for their happiness and better life.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大视野》。在过去的一周里，两则大新闻让朝鲜再次处于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一则是2017年2月12号，朝鲜发射了一枚地对地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飞出约500公里后落入了日本海。另外一则是2017年2月13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长兄金正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遇害。当地警方一直在抓捕犯罪嫌疑人，但至今谜团仍未解开。这使原本紧绷的东北亚局势更趋紧张。在外界的眼中，朝鲜往往和神秘、封闭等词联系在一起，众说纷纭。从2009年到2016年，凤凰卫视摄制组曾多次深入朝鲜，克服了重重困难，独家深入记录了真实的朝鲜。从本周开始，一连5天，我们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等不同的维度，带您走进这个神秘的国度。2015年10月10日，平壤金日成广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国际媒体前亮相。国际社会都趁这难得的机会，密切观察这位神秘的领导人和阅兵主席台上的种种动静，试图从中获取有关朝鲜政治动态的蛛丝马迹。2012年4月份，金正恩首次向国际发声。当时他年仅30岁，接替去世的父亲金正日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还不到半年时间。동지들과벗들오늘우리는크나큰민족적긍지와자부심을안고위대한수령김일성동지탄생100돌술경축하는성대한열병식을진행하게됩니다当年出世提升，金正恩全程语调平缓，埋头读稿，以至于海外有评论怀疑金正恩只是个照本宣科的傀儡，而真正掌握大权的是主席台上辅佐金正日多年的诸位军政大员。但时隔3年，金正恩2015年的这次演讲姿态脱胎换骨，慷慨激昂。영용한조선인민군장병들과조선인민내무군장병들영광스러운조선노동당창건70경축열병식에참가한열병부대지휘관전투원간부들노농조기군과붉은청년군의대대원들존경하는평양시민여러분원나라전체당원들과근로자들해외동포들과외국의벗들동지들오늘우리는승리자의크나큰긍지와환희에넘쳐조선노동당당기가창공높이휘날리는10월의명절을맞이하였습니다自从2011年仓促接掌大位，金正恩在为父亲金正日举行国葬之后，就开始替换调整原来的管制班底。当年和金正恩一起为金正日扶灵的7位党政军领导人，权力最大的5名军政大员，陆续被罢黜或下落不明。连金正恩的姑父张承泽，也在2013年年底因叛国罪被处决。任何可能削弱最高领袖权威的官员，都逐一被清除。朝鲜最高领导层中，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金永南，
年近90岁高龄，历经3代领导人而屹立迄今。他能成为朝鲜政坛常青树的原因，从他对金正恩这位最高领袖的谦恭态度中，外界也许能找到一点提示。金永南这样的姿态并非偶然，我们在其他允许外国记者拍摄的场合都见到他同样的表现。2015年的党庆大阅兵，另一位朝鲜高官的动态同样引人关注。朝鲜劳动党第一秘书长，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이신경례하는김정은동지께서연설을하시겠습니다。崔龙海，劳动党中央书记局书记之一，成为在这个重要场合宣布金正恩演讲的主持人。这位曾经的朝鲜第二号人物、人民军次帅，尽管2014年突然被免去高层重要职位和脱下军装，依然受到金正恩信任和重用，长期陪同金正恩四处视察，并作为金正恩的特使，多次出访俄罗斯等国，地位可谓显赫。North Korea's key political figure Cho Ryong-hae was missing from the state. 已经多天不见公开露面的劳动党书记崔龙海仍未现身。消息人士表示，朝鲜劳动党书记崔龙海自本月初。国际媒体根据朝鲜或驻华外交界的不同消息来源，得出的共同结论是，崔龙海因犯错被金正恩贬职到地方农场。至于他犯了什么错，报道莫衷一是。一切都让人捉摸不透，但重重迷雾中，领袖又掌控着一切。外界根据常理做出的分析和推测，在这里并不适用。这就是朝鲜。우리당의역사는곧인민이걸어온길이고우리당의힘은곧인민의힘이며우리당의위대함은곧인민의위대함이고우리당이이룩한승리는위대한우리인민의승리입니다。25分钟的演说，金正恩说的最频繁的关键词是人民，出现97次之多。每一次提及人民，党也必定以保护者的名义出现，而武装力量则是党为人民服务的最大威力。당창건78을맞으며조선노동당을대표하여우리당이언제나인민대중을생명의뿌리로무궁무진한힘의원천으로여기고인민의리익을최우선절대시해온것으로하여우리인민들은당을진정운명의등대로어머니로믿고따르게되었으며이땅위에는일심단결의대화원이자랑스럽게펼쳐지게되었습니다인민을위하여투쟁하는조선노동당의위력은무진막강한혁명무력을가지고있는데있습니다우리인민은정의없는백성은망국노의서름을면치못하며나라의근본인인민보다더귀중한존재는없으며인민의리익보다더신성한것은없습니다。在这场典礼中，金正恩没有直接提及备受中国和国际社会反对的朝鲜核武政策，但他还是以针对美国的方式向全世界宣示，不惜和美国打一场任何形式的战争。우리당은오늘우리의혁명적무장력이미제가원하는그어떤형태의전쟁에도다상대해줄수있으며조기의푸른하늘과인민의안녕을억척까지사수할만단의준비가되어있다는것을당당히선언할수있습니다전체당원동지들에게호소합니다우리모두위대한인민을위하여멸사복무해나갑시다불패의당조선노동당의둘이일심단결된위대한조선인민만세领头出场的受阅方阵是金日成、金正日父子的肖像护卫方阵。官方宣传中，伟大领袖金日成创立的主体思想是朝鲜革命的指导思想，光芒普照世界。
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建立的先军政治体制是确保朝鲜民族独立、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基石。他们和第三代领导人金正恩都是朝鲜军民的慈父。紧接着向革命前辈致敬的游击队方阵、骑兵方阵、少年军团方阵依次操着朝鲜特有的跳跃式马步，高喊口号经过主席台。朝鲜战争时期的苏制 T-34 坦克也成为展示劳动党和人民军辉煌战绩的受阅方阵之一。高处指挥灯不断向着广场打出各种密码，随之自动走位，高举塑料花，组合成各种各样的图案和口号。最后压轴出场的是备受国际关注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代号 KN-08。美国评估它的射程超过6000公里，能携带核弹头。进一步改进型号，还能直接攻击美国本土。问题是，朝鲜展示的这些导弹是真导弹呢，还是只是迷惑对手的模型？朝鲜是否掌握了核弹小型化技术，甚至分导弹头技术？这些疑问都和关于朝鲜的种种谜团一样，没有人能够解答。正如广场上那数万名疲惫不堪的花海群众，没人知道他们内心如何看待领袖激情澎湃的讲话。面对我们的镜头，朝鲜人每每谈及领袖金正恩，未来会是辉煌和灿烂这句话是统一的关键句。他们说信心的来源是因为金正恩和他的爷爷金日成长得非常像。其实朝鲜军民对金正恩的拥戴和他的祖父及父亲几十年来的经营是分不开的。金日成统治朝鲜长达49年，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1994年去世后，1998年朝鲜修改宪法，封他为共和国永远的主席。修改后的宪法在序言中写明，维护继承并发展金日成同志的思想和业绩，把主体革命事业进行到底。金日成思想也叫主体思想，是统一朝鲜全国人民意识形态的最重要工具。主体思想说的是它就是以人为中心的思想，简单的说的话，人是一切的主人。那从政治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人就是人民群众。主体思想的理论指出，在革命的主人人民群众之上，还有一位赐予人民精神生命的恩人和慈父，这就是领袖。人民群众必须接受领袖的指导，忠诚拥护领袖。老百姓他也感觉不到自己有多么大的力量，所以领袖呢，把这个力量都让他们都发挥出来，为了达到某种目标，让他们是奋斗。金日成主席和金正将军的领导是最符合我国人民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朝鲜人民都会忠实地拥护他的领导。우리마음속에계시는김정은동지는우리영생하시는위대한수령과우리경외하는장군님품과똑같이이렇게생각합니다우리청년대장김정은동지께서계심을해서조선의그앞날은앞으로더욱창창하고희망찬란1982年，为庆祝金日成70岁生日，当局在金日成广场的大同江对岸建起170米高的主体思想塔，镶有25550块白色花岗岩砌成的象征70年总天数。塔身背面的入口处镶有200多块来自多国民间团体的牌匾。代表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光芒照耀全球。
金正恩是金正日和第四位夫人高英姬的儿子，朝鲜官方声称他出生于1月8日，但具体年份未见披露，外界推断是1982至1984年，同年曾经在瑞士留学。2010年10月，朝鲜劳动党的代表大会，金正恩首次公开亮相，晋升党中央。随后在金正日的每个重要视察行程中都能见到金正恩如影随形。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居然去世，年轻的金正恩仓促接班，两个礼拜后被推举为人民军最高司令官。2012年4月11日，当选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在朝鲜，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被塑造成旷古英明、爱民如子、国际拥戴的伟大领袖。朝鲜人民不断享有这份厚泽的唯一方式，就是延续这一家族的血脉的领导。这两座新的铜像是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去世后由金正恩亲自下令建造，供万民敬仰。金日成铜像高20米，金正日铜像高19.4米，用3毫米厚的黄铜板锻造，内部用钢筋为骨架，能抵挡强风和地震。林胜南今年70多岁了，是朝鲜著名的艺术家，也是这两座铜像的造型设计师，从奉命开始设计到全部竣工只用了100天时间。赶在太阳节前夕揭幕，他说为了展现两位领袖的亲民和胸怀，特意改变了以前金日成铜像的风格。이게또우리인민들이한것같은노면이고그래서같이멋인데여기서다른점이우리항상인민들속에계시는수령님과장군님을이두드러지게보여주기위해서하나님태양상으로우스스린모습으로행거에다다루단말입니다为了保持铜像闪闪发亮，每隔3年要进行一次彻底打磨和重新着色。朝鲜当局还将用5年时间，在全国各地都树立起这样的双铜像。在一些朝鲜年轻人心目中，金正日是一位生活简朴、为国计民生鞠躬尽瘁的伟人，对于金正日的死甚至有一份负疚感。아버지장군님에대한그리움이더간절했습니다생전에그처럼자신을위해서는아버지장군님께서는현지지도에그바쁘신길에서도자신이건강에대해서는생각조차하지않으시고쪽장과제기밥으로인민군부대들을현지지도하시면서인민들이나라가이렇게권한의행군시기에도인민들이식량사정으로이렇게자신께서도인민들과생사거락을같이해야된다하시면서쪽장과제기밥으로현지도의길을이어가시었습니다每年的4月15号是朝鲜的一个特别隆重的日子，路上的行人都会把金日成的像章端端正正别在左胸口，因为这一天是已故前国家主席金日成的诞辰。为了表达人们对金日成主席的崇敬和怀念，朝鲜把这一天称为太阳节，得名太阳是因为朝鲜人民认为金日成同志的诞生标志着一个民族的太阳重新升起。领袖金日成被朝鲜人称为人类的太阳，继承他衣钵的金正日被称为21世纪的太阳，
在金正恩时代，朝鲜人民对领袖的爱戴和敬仰已经内化为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2012年4月15日清晨，观音曲突然响彻平壤金日成广场。这首创作于1972年的军乐，几十年来只有一个专用象征，欢迎最高领袖。조선 인민군최고사령관동지열병부대들은위대한수령김일성대원수님탄생백돌경축열병식을시작하겠습니다총참모장조선인민군자수리영호在这个万众瞩目的场合，金正恩再次展露他的新派作风，破天荒发表20分钟公开演讲。现场直播，包括朝鲜在内的全世界首次听到他的声音。오늘우리는크나큰민족적긍지와자부심을안고위대한수령김일성동지탄생백돌술경축하는성대한열병식을진행하게됩니다권군역사에전례없는오늘의열병식은위대한김일성동지불멸의군건설업적을길이빛내며사회주의강국의위용을만방에떨치시려는위대한김정일동지의숭고한뜻과직접적인발기에의하여마련된승리자의대축전입니다在此之前，他的父亲金正日生前只在1992年4月25日的人民军建军60周年大阅兵上发表了著名的5秒演说。조선인민군장병들에게영광이구나身为朝鲜特有的血脉体制第三代领袖，金正恩的演讲也让外界亲耳听到了来自最高层的金日成是民族大救星的理论。반만년의유구한역사와찬란한문화를자랑하면서도올바른영도를받지못하고자기를지킬힘이없었던탓으로사대와망국을숙명처럼감수해야만하였던비참한식민지약소민족이바로한세기전우리민족의모습이었습니다그러나김일성민족의백년사는파란만은순환의역사에영원한종지부를짓고우리조국과인민의존엄을민족사상최고의경지에올려세웠습니다这些信息每天都通过各种途径送进朝鲜军民的脑海，几十年来从未间断。在朝鲜拍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每一位采访对象都会说出类似的话。金正恩是强调他统治下的朝鲜将继续奉行祖父和父亲的主体思想先君政治不动摇강성국가건설과인민생활향상을총적목표로내세우고있는우리당과공화국정부에있어서평화는더없이귀중합니다그러나우리에게는민족의존엄과나라의자주권이더귀중합니다
阅兵场上车铃马啸，主席台上也释放着奇妙的信息。金正恩神态从容，但举手投足间都牵动着左右文武官员的神经。左边的议长金永南、总理崔永林、姑母金静姬频频探头查看他的神色。他右边的将领们也紧跟着他每次挥手而随之敬礼。在追随过金日成、金正日的军政元老拱卫中，青年金正恩的权力和地位通过这些下意识的集体肢体语言展现在全世界眼前。当天晚上，璀璨的焰火绽放在大同江上。这是一场纪念金日成百年诞辰的压轴晚会，名为太阳朝鲜永远繁荣。数十万平壤居民和来自朝鲜各地的党员干部坐在江边的草地上，看着眼前的主体思想塔和铺天盖地的焰火，惊叹连连。忽明忽灭中，如痴如醉。